有知无命吗？那我跳舞。那你都看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是爸爸妈妈了，爸爸妈妈。我发誓，那天把你的裤子脱下来，真的是意外。烛光灿烂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躺。不干杯！我比较害羞的是，我要一直手触碰在他的屁股上。我每一次要摸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”这张屁股的肤况好像比你的皮肤好。李宇轩从此就和我处处作对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和平共处？不可能！这个高粉拿来了。我有强壮的肩膀，姑娘都过来不要怕。哦，对，他觉得我穿学生装比平常穿时装好看。你有制服癖吗？怎样叫做有制服癖？就是看到会特别兴奋。特别想要看什么？看到女学生走过去。是看什么片子？是会穿什么？你看到就是。那种片我跳过。那你都看什么片？素人。这个多了。可以了可以了，穿制服你都不看。是爸爸妈妈了，爸爸妈妈了。爸爸妈妈很厉害，对对对，我在讲不是爸爸妈妈系列。Hello， 爸爸妈妈妈妈是里面的，我妈妈是。因为我们剧情总是我们讲有一些就是很兄弟暧昧的那一种，有点 BL 的，就是可能我们要抱在一起，然后他会揉我的背后，揉背是我自己讲。一开始正常拍，哎。哇，他这两块翅膀很大，所以后面又要抱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要知道他到底这个练到什么样。那你是情不自禁吗？情不自禁，了解一下嘛。他要画爱心。对。我很欣赏陈翔。到底为什么这么爱陈翔？他临死角哎，视频那一场，他过吗？从此爱上他。帅帅，我看到陈翔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哇。好期待！天哪，发热！没有没有，我先养，先养。是洞房吗？你洞房啦，愉快呀！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第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，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，是你，佩特。